老公，我觉得我的羊水已经破了。晚上好，凯莉，请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到达医院。我收到你的身体指标了，慢慢的吸气吐气，慢慢的。现在就赶去医院，记住一定要呼吸。难道我连呼吸都不会吗？凯莉，不如来点音乐。记住呼吸。为心中明天造就改变，